今日全上海最有爱的电台 Love Radio 全新金曲榜单最爱金曲榜在上海完美落幕，罗大佑、品冠、周慧、陈明等华语流行乐坛数位重量级大咖前来助阵，更是在现场献唱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让观众们带回往日美好记忆中。虽说如今各种流量鲜肉小花辈出，但是永不褪色的经典地位是绝对不会撼动的。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因为人生的道路上多了这么多的精彩的过程，所以我唱歌才能够有深度跟厚度。没错，用爱的去包容我，然后用爱去支持我。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如果没有爱的话，我相信我没有办法坚持到今天。没错。据悉 Love Radio 通过每周日节目和线下众多活动挖掘经典金曲背后故事，近一年在 Love Radio 播放率最高的103首金曲中最终选出20首最爱金曲，在金秋时节打造一场专属华语金曲的视听盛宴，谱写爱的音符。而作为节目主题曲哄我入睡的演唱者品冠更是节目的好朋友了，对于这次再熟悉不过的歌曲来说一定有着特别的意义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我是非常喜欢通过广播听到自己的歌的。对，有时候我甚至有时候开车不小心不管我可能我待在台北的时间很多的，有时候我开车在广播上面听到自己的歌，自己会莫名的兴奋。对，但是跟自己 play 那个手机上面的那些音乐软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刚台上说的其实就是事实，我好几次打车的时候真的就是听到Love Radio 在播台歌。当然我也曾经听过有好几年是播其他人唱的版本对对，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品冠老师的版本最入戏。哎呀，真的真的这个最好听，这个我自己不好说。眼泪还在流，还是笑呵呵的风，然后哎呀呀的痛，直到你出现拯救我。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给我安慰，抱着我，哄我入睡。我的世界每天笑笑到累，累得很满足才感恩。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给我安慰。非凡娱乐上海报道。